我要讲这個，题目进行吼，我想要了解，大家敢唔记迄个电下电台，也是讲听人介绍啊，买药啊，有吼？我甲大家讲吼，咱平常时食药啦，都是一挂堆问题啊，啊，搁听人介绍，啊，搁去地下电台买药啊，哦，迄只歹控制，吼。我讲的这个课程吼，是要大家讲吼，因为咱台湾民政府就要执政啊，大家身体健康有重要无？啊，那你也无身体健康，啊那一挂对东西安尼，咱执政是毋是够一挂困难对无？我这个讲这个话题嘛，有一个意义存在啦。除了讲咱身体健康爱注重，吼去病院，吼。对啦，开一挂药啊啦，啊药啊，食药啊，啊咱应该注意啥？继续保持咱的健康，是不是？啊，过来，咱长期啦吼，叫这个流氓的中华民国政府洗脑，吼啊有诶啦，啊中毒啦，是不是？啊有诶啦，是毋是得了心病？啊有诶又直接搁鬼砍诶就行，啊叫人骗。啊，搁替对方来算钱，啊，活在迄个空虚的、虚拟的世界当中，啊，大家真巧哦，知影咱这个经历是小米食，所以我希望借着这个课程，除了讲健康之外，我嘛是希望我会讲一寡，甲你大家复习迄个台湾论内面的重点是啥，啊，主要我会为迄个时间性，啊，慢慢啊吼，和大家连贯起来，啊，因为我今仔日吼。是主要要讲这个药师教好方面的，啊，我以前拢是先发力先讲啦，啊，即马我重点我也是先讲药理方面，我主要的重点就是讲咱用药的安全吼，袂伫客询迄个 safety， 就是用药安全。平常时大家用药啊摕转去，爱注意啥？吼，啊，再来这个 pharmaceutical care 就是。药物较好的意思，吼、哦，有广义甲狭义。这个 medication safety 伊嘛是一个较好，但是我甲广义狭义吼，安尼分较清楚，大家了解。啊，过来 management system 就是讲一个管理。药物嘛爱管理是毋是？啊嘛管无好，这个药啊乌白藏，啊都乌白配，安尼嘛这嘛是真麻烦的，是毋是？啊，过来要管理一个药局内面啊。要注意什么？为这个小小的管理的团体内面，啊，咱个放大，看咱，咱阿伯咱台湾民政府要去接一个课，还是讲咱要去学管理，咱是毋是嘛爱知一挂管理心理学，吼？吼，这个我先来讲一个故事啦，吼，上帝是给你的三张批啦。哦，有一个少年人，这少年的啦，啊，走去甲上帝报道啦。哎呦，这感觉这奇怪，哎，上帝，我就是较勇的人，我才三四十岁尔，为什么你安尼，好，我提早来甲你报道？哎，伊才唔甘愿的，讲安尼，才无对我，才无公平的啦。啊，上帝有甲讲哦，我有寄配予你哦。哎，少年人就想想的讲，你太有寄配予我，我哪拢无感觉。你真几年哦？你想看卖？你脚头好酸，腰骨酸痛。这就是我给你递一张批。你搁会记袂？你真奇怪啊！啊，计迄个魂都伫迄个人外口，甲你送来病院。你有记个无？伊讲有啊，我这两届我拢印象啊。第三张批，你会记个袂？你让送去病院啊，开刀，遐咩咩来甲我报道，你记我一面，你有印象无？哎呦，想讲对吼，哎呦，想讲啊对，你有我有看过你，啊，不过我心内是真唔甘愿的啦。我雄雄来给你报道，啊，但是我也无甲阮爸母消息啊。我是多孤囝呢，啊，阮爸爸老母要安怎？我是不是你会使有一个机会，转去甲阮阿爸阿母啊来消息一下？啊，上帝就甲伊讲，好啊，啊，无你有我安尼。那个少年一看安尼啊，这可能上帝爱钱啦，
啊，可能狮子大开口，讲啊，你安尼讲一千万，安尼我无钱啦，啊，无啦，我无要你一千万啦，安尼啦，伊嘛是阁无讲嘛吼，安尼我一百万我嘛无啊，哎，我无要爱你一百万啦，我爱，互你一块就好，啊，你少年人就讲一块，啊，你绝对有啊，啊，在座甲我讲，你有一块无？你有一块无？有无？还是咱在生的时阵，哪有一块呢？啊，伊去甲上帝报道啊，请问伊敢有一块？咪哪会认袂出来着？啊，这我要讲的重点是啥物？这个金钱的物件吼，是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。你安那认咩安那认？靠腿啊，你认破去嘛，无一块。啊，所以大家爱想讲，这个两个意义就是咱爱重视讲，你即卖身体方面啊有倒会叮当。哎，你有去甲注意到无？可能上帝吼寄遮侪张皮予在座的有无？哎，我嘛有哦，我脚腿嘛最近咧疼哦，我嘛爱注意哦。哎，最近心脏勃勃颤哦，脾气有一寡大安尼哦，可能这方面我爱注意是毋是？啊，无讲最近你去安尼接事的工课，啊接无偌久你就安尼乌好爱在的，安尼安怎？啊，毋足可惜的。啊，你的理想咧？咱在座拢有理想啊！啊，若讲到即阵，你要实现你的理想，就因为你的身体安尼无办法实现，啊，有只遗憾对无？啊，过来，咱台湾民众是无喜苦去贪污的哦。我你讲你教养就好啊啦，对无？通好食，通好睏，身体健康，啊，咱会自我的迄个实现的理想实现起来，安尼有够啊！搁要加加钱要创啥？啊！你人的贪心啥啦？互你看到的，搁要低，啊！搁要愈多，啊！就人就练落去啊，贪心就掉在内面啊嘛。你甲想讲，咱迄阵咱日本甲咱台湾人建设，每迄个不管是硬体软体，大家拢在修法的。啊，为什么这個中华民国这个流氓怎来台湾要七十年啊？啊，那台湾人来看钱才中着。较早拢讲义气的呢，无轻易讲要去共小股的，啊，即嘛呢，卡袂着我来甲你讲，我唔甘愿，我定安怎安怎安怎，对你安怎，我该讨我即个亏。为啥呢？变安呢？大家想看卖，咱台湾人的品质是袂输，听讲我做袂也嘛袂输日本人、美国人啦，咱嘛真优秀的。但他会讲安尼几年之下，大家才变安尼呢？我希望大家该。好的比好的，咱的个性，咱的优秀的一点，甲找倒来。啊，重点嘛，我今仔日嘛是爱来先来讲迄个身体，咱爱注意身体健康方面。因为之前我拢先讲迄个药理啦，但是我即马先讲迄个法理，但是我先来讲药理。那豆豆啊，第一节课来讲这啦，我讲较清楚，啊，大家较了解讲安那用药的安全吼。啊，当然啦，吼，你知影。咱主要咱的迄个法律的地位是离小米站，吼，我来讲 X 加 Y 比小米站，啊啦，这就是咱台湾吼的法律地位。啊，我来讲，咱的这身体健康方面，你知影无？平常时咱爱照顾身体，就是你知影嘛？你食的物件，你食的物件要注重，是不是？你有注重着？啊嘛，注重讲啊，你食的物件对你身体运作。当中的结构是啥对无？啊，你要食较粗着，啊，你要食较油着，啊，你要食较搁食较甜着，啊，咸着，啊，请问啊，你的结构是啥？凡事那种因果之分呐。啊，你若要食较油、食较咸着，你搁食较甜着，啊，你得到啥物？大家嘛知影对无？啊，是毋是你爱知影？即个爱运动，爱安那说，小准则一个，食物件小准则一个。达到这个预防的这個、重点对无？啊，过来，正经啊，咱也是讲正经都破病嘛，讲讲过也是讲正经有叮当着，也是讲你可能遗传啊，什么病咱嘛唔知对无？啊，你也无讲突然发生什么，你嘛唔知讲你有什么病。啊，主要我即马重点是讲预防，至少咱迄个身体迄个会老去对无？功能会变差去对无？迄、那个时间哦，那较短发生，卖较紧的发生呐、啊。啊，咱继续伫咧咱伫咧注重身体健康之下，啊，
把身体照顾好，啊，不是说我现在年轻，我靠说我现在一二十岁，我就给你熬夜，熬夜到两点三点，啊，打电动，啊，来跋筊，还是我来怎样做什么行业，哦，你这样累积起来哦，身体越来越白哦，别说靠说你年轻哦，啊，咱吃老的人哦，咱身体有火的人，哦，咱就当然就是要保养啊，对不？啊，咱跟那个身体退化那个状况哦，一个慢来。啊，咱阿公，咱啊，咱吼，为何好咱的身体都免讲受这个病痛之苦啦吼？啊，再来正经讲吼，啊，我也去看病啊啦，啊，我要安怎？我无治疗好，啊，当然健康是上好啊。啊，那我无治疗，无好要安怎？是毋是政府啊，佮有一个设定一个机构，互咱会使继续甲迄个阿袂身体健康的人，有一个敢若庇护所，还是日后？要安那从这等人，好啊，搁个，予伊因为伊身体无好，予伊恢复，慢慢恢复正常。譬如讲啦，啊生囝是毋是讲我爱一寡讲，迄、那个，咱来讲这个啦吼，迄个是健康照顾嘛。啊，若生囝，我是毋是有一个坐月子中心，即嘛是自费啦。啊，别咱台湾民政府吼，啊别治理咱台湾吼，每一个人拢是遮真珍贵的。来，坐月子中心那么优惠，啊不。免钱，我希望对咱台湾，咱是这是咱的性命是最重要的，每一个人拢最重要的。你若身体有缺陷，都是爱这個政府有责任，甲你帮助你恢复你的身体的健康。好，咱来讲这阵，甲我讲预防嘛。啊，你平常时了，可能你哦，我可能爱食一寡吼，啊，甲对咱身体有帮助的迄个食物。啊，有人嘛咧食健康食品，啊嘛有人咧讲健康来管理，啊，走运动、跑步、游泳，哎、欸，迄拢会使哦。迄就是咧，迄就是开始，你就爱知影讲，即个运动对咱身体是偌重要。啊，再来正经吼，啊，咱身体有定当，当然嘛爱去病院看病。啊，即嘛咱即嘛即个迄、那个修正吼，也是讲咱点仔食，迄个。政府的经费在咧遮开的拢是在中啊治疗这方面，这两层啊都敢若无遐注重对无？你家看嘛，产业收入对无？啊，这层才关着，啊是大家拢遮爱看病，咱台湾人有遮爱看病无？有无？安尼药啊，念念都啊氮气上咧，啊佫造成遮侪污染的呢？啊，讲我去看医生，哎、欸、呀，医生无甲我开药啊，我敢若料着咧，我来甲医生讲，哎、欸。啊！你甲我看看，奈甲我开一项尔，啊！你是毋是阁甲我开两三项安尼啦？啊！你唔真好笑，有好笑无？你的身躯即卖目前，你都需要一项甲你治疗就好啊！啊！你阁要甲要求第二项，啊！无你来做医生好啊！啊！无阮医生要做啥？阮都医生的心态是讲，你主要我即卖要治你的病，你有通安尼搞我即种方面有迄个疗程，啊疗程啊。啊好啊，你接就好啊，莫讲我你搁要一项、两项、三项、四项，爱、啊、要创啊？啊，你摕回去，你敢有咧照食？啊，分了别人食，还是气煞？你感觉了着嘛？对不？我心态唔安尼讲，我得到啥，我要落爱回馈我啥？爱清楚，迄、那个医疗的资源，大部分是真正有需要的人，小部分有人就心态就无正，我就是要爱啥？啊！那医生嘛是讲，敢若讲，哎，病人安尼甲我要求，我是毋是爱合乎伊的要求？啊！那大家拢讲，我一项、两项、三项、四项、五项，我照你讲啊 ，A， 哦，你开哦，你要爱开，搁加两项好哦，你加两项。啊 ，B， 哦，搁加，互你四五项。啊！你医疗浪费啊！啊！你都无需要食安尼，啊！你肝甲心加食迄药啊，加就是加互你心甲心吼，无啦，不一定心哦，胃无好，吼、哦，腰子无好。肝无好，啊，搁兼其他的，那咱的迄个内脏才多嘛。啊，你若知讲这个药啊，对倒倒的有毒性，啊，食食毋是乎你家己身体加负担的对无？所以家己要清楚，医生开予你一项，就表示讲你哦、喔，这幸运的，你一项就医好啊。啊，人家四五十，毋是讲无啦，无遐多啦。那有人食二十几项的，人家是不得已的，可怜的。啊，食个两三十项，有人算食个两三十项，佫食袂好哦。人家是可怜的，你咪讲哦，你遐大包的，我只细包，我敢了着，唔安尼想哦。
吼、哦，所以咱阿拜台湾民政府来执政，对这方面预防的这方面，吼、哦、啊这种爱加强啦。啊，若正经吼治疗无好，有残障的，吼、哦，也是讲迄、那个咱生囝嘛，咱嘛是哎，咱、欸、生出来红囝嘛爱保护呢，啊母体嘛爱保护呢。伊个下一代，搁要孕育一新的生命，伊个迄个子宫，伊个环境嘛还搁好呢，对不？啊，这拢是爱照顾嘞，啊，主要是迄老人多，咱台湾即卖老人嘛真多哦。啊，这個、老人咱是要安那长期照顾、甲照顾，讲正经迄机能无好的老人，咱是要安那有一个好的安养院呐、啊？啊，有甚物护士啊，是医生啊，吼啊，不时定期。啊，来甲因照顾啊，需要啊来较好的药啊，是讲安那护理，是不是？咱都爱较好的护理，咱台湾民众要赢就赢啥，你知无？人性化的政策，那有重视人性无？你得民心，咱台湾民众免惊，得民心就是人性化的政策。啊，咱食的吼，即寡健康医疗方面的产业，拢甲即个。药师教好拢有关系，所以这个是一个大饼，啊大饼嘛有可能啥，有可能有迄个弊案，啊咱这嘛是爱注意啦，啊用药啊，大家拢讲啊，这个是大病，啊是毋是讲啊我满足这个大病，啊内面无爱互恁知影迄个药物方面的知识，啊大家哦对啊，恁爱药啊，我就一直生产药啊互恁食，但是你有讲这个药啊有适合在座的无？现在健康食品嘛，不是胡乱吃的咩？你嘛是在算呢，对不？吼、哦！啊，我就要为这种电影当中吼，我来渐渐从这个电影里面的意义吼，啊来说明阮药师，阮的这个药师的教学里面的内容是啥，安尼较趣味啦。这个电影是咧讲啦，讲这个药师啦吼，伊对伊即马现行做药师吼，真恶杂的，无啥物迄个。无伊个自信啊，因为因某对伊无好，佮来伊就想讲，伊丈人妈妈看伊无点，啊想讲啊，伊佮即个伫送药啊，即、這个嘛是病人啦、啊，啊都因为伫送药啊当中佮熟悉伊，啊即、這个外口个查某路边的野花不要乱采，吼、哦、啊伊在诱惑他啦，结果伊就去制作一挂迄个禁药啊，来麻醉家己啦，因为伊生活咧痛苦当中，某。啊，甲丢人爸，啊，甲你现实，你这个药局阁经营无好，啊，人甲你诱惑，啊，咱即卖屁人，咱即卖是官员啦，外口人甲你诱惑咧，你要安那想，你要安那甲你尊重你迄个贪心，还是讲外口有人要甲你拖过去，啥物甲你洗脑还是啥？我咱台湾民众坦白讲啦，周围拢有敌人。要甲人拍倒，要甲人影响，要甲人阻碍，啊，佫冇来干。你有你的中心思想，你伫小米讲，你的真诚，你对台湾民众的真诚，啊，佮你执着即个经历，这拢是一种检验。我意思讲，阮做药师嘛，阮的贞操，我嘛爱去顾问，应该药师爱做的迄个角色，袂使讲我外口有人要叫我做啥，我就去制造即个不法的。哦，这个禁药啊，啊来麻醉家己，啊去害别人，吼、哦。当然啦、啊，夜路吼、哦、走多了会碰到鬼，嘛有人甲警察来查啦，查伊阁继续要讲好笑话，啊，我你讲哦，好笑话吼、哦，你我你讲一天吼、哦，啊你会使暗坎会到，但是第二天、第三天、第四天、第五天。总有一天吼，你就会爆发。你免讲你，我侥幸哦。我今仔日吼，哎，讲人讲袂当贪污哦，阮是民众袂使贪污哦。你讲啊，你甲我保密，你甲我保密啊，我这绝对袂抓到。我甲你讲，绝对会抓到，因为你做到啊。你做过凡事吼，走过了，一定会留下什么痕迹对无？啊，人卖做都无得，毋是？所以咱爱了解，你安尼食毒。吼、哦！啊，这毒啊，你的效果是啥？啊，请问，伊有去用抓到无？伊绝对会去用抓到。但是呢，这个戏的意思吼、哦，就叫人爱回头。吼、哦，咱做唔对代志，
爱回头，这个有输一个机会。多以这个新路，伊咧伊配药啊配好，弄来叫这个新路啊去社区，甲伊配好的药啊，互社区的人。啊，伊嘛咧食毒，结果有一天伊他妈因迄药局内面吼，倒咧药局啊死去。啊，这个吼本来就一个迄个稽查人员嘛，伊咧稽查伊，啊咧一直找，啊要找到证据的。结果啊，这个少年的倒咧因咧药局遐。啊，变成讲，伊家己本身担伊家己罪了，啊，神算嘛担伊个罪。啊，我甲大家讲，敢有每一个人才幸运着，有无？我你讲啦，迄是伊本身吼，开始咧觉醒啊，我咧做正经唔对。伊讲这少年呢，因为我做唔对，这少年为我离世啦，因为伊家己嘛管制无好，甲这个少年会摕到迄个禁药啊嘛，伊家己有检讨。袂使按继续落去啊，嘛袂使叫外口迄个查某，啊来甲迄个敢若家里人啊，甲撮讲你安怎做？啊因某甲因丈人爸，一直甲伊打击伊的信心，伊讲吼，我全部放弃，我外口的查某袂啊，我连我即摆某嘛袂，我连丈人爸我嘛袂啊，我要重新开始。你知影因丈人爸从迄个药局吼？让伊啦，应该是讲卖予伊啦。结果佮用伊个扛棒，伊个真唔甘愿嘞。我已经用钱甲你买啊，你佮用你个扛棒，你看好遮无点个嘞。后来伊拢经过遐侪迄个挫折了后啦，伊讲我要家己独立。伊要伊家己个就即个扛棒个拆开，伊用伊家己个名，伊用伊家己内部伊经营个方法，不但比较早迄因迄药局内面嘞迄、那个。人群哦，啊人客哦，搁愈侪，买物件搁新，搁现代化。所以我要甲大家讲，你脑筋底线吼，有当啊是别人吼，甲你洗脑也是好啦，也是讲甲你操控也好。但是你内心当中，你一定有你想要实现的迄个理想，对无？你无想人安尼甲你压迫，对无？台湾民众即个团结，就是环境，就是要互你好的物件。予你福利出来，予你去实现你人生的目标，你想要实现的物件，绝对毋是像中华民国安尼要甲你压制、压迫、洗脑，予你讲啊，你知影基本的，你要食清就好啊，吼，我食会饱就好啊，啊，袂予你知影新的物件，啊，媒体迄无聊的新闻，一直甲你迄无用无敌的啦，一直甲你放啥，你甲放啥，哦，啊，大家拢注意迄，啊，家己心内。你自己心来摸看嘛，你内心有没有你的声音在？你想要做啥？你有想要实现无？但是你对这个社会，你也这乱扯，为啥？大家拢媒体拢在嘛遐，无正确诶，迄、那个传播不正确的讯息嘛，对不？啊，别人嘛，知影新的地形拢无嘛，对不？所以有决策，伊即马决策就是讲，要安怎做，你就是。按部就班去做，你就去做就是啊。安尼你要安怎做？你就来台湾民政府来受训。啊，人讲这个新台湾论，转去土法读，咱就照时来读。啊，那你读完你受训了，建五官了，你是毋是继续啊？搁拍拼来训练你家己有这个能力去执政接头路无？来按部就班，连你甲周里的人爱保持一定的关系，吼、哦，你爱熟悉人啊，然后甲你。通我盘烂学习，唔是讲我高级班，我初级班咧就好啊、哦。啊，这新台湾也囥啊边啊，唔是哦。继续拢爱个基，落就是做落好啊，都爱去进步吼。啊，咱过来讲，大家知影这个人是啥人无？有咯，咱是，哎，这个是啥？哎，对，啊，这个人啥？乐蒂吼，吼，啊乐蒂伊啦，伊嘛可能上帝嘛有予伊批啦，继续伊无注重这个批啦。上帝予伊讲，啊可能伊啊环境在内吼有啥物碰到迄个艰苦的代志啦，吼，啊但是伊无去讲册讲，啊这个艰苦要哪解决，啊伊就去行绝路啦，吼，啊就自杀啦，这嘛是一个例啦。啊我要讲伊的这个伊的背景吼，要安尼讲是要甲大家勉励啦。伊即个伫内面，伊讲，伊想要去杭州读书啦。啊，咱即马
咱查囡仔即摆拢遮幸福，拢有当读书，但是因可能因古早中国社会哦，查囡仔是袂当读书的啦。女子无才便是德嘛，哦，足无公平对无吼？对咱查囡仔无公平嘛。啊，伊讲伊也爱即十项我吼。讲伊假判病嘛，啊叫伊想讲啊假判病哦，安尼可能爸爸妈妈吼，诶、欸，因为疼惜我吼，啊可能会互我去读书啦，爱、啊、就啊不如吼，伊来办迄个人中，伊讲要即十个药啊啦，啊，即是十个药是要放假，啊，意思就是讲即个得了心病嘛，咱台湾人嘛是得了心病，啊，即摆咱台湾人得了心病是毋爱心药来医。啊！大家知影心药是啥？那心药就是伫小米站解来解脱咱长期伫70、70年即、這个生活当中，咱是安那互人几种个食迄毒药个啊？还是甲咱洗脑个啦？鬼牵咧行，迄种全部拢是害人，咱脑筋拢是害了了啊！啊，若要来解药啊，就是伫小米站。啊、我用这个药物方面哦，来甲你讲安尼简单的解说。这十项是放假，但是我要讲的这十项是要甲大家讲药物安那使用的正确的方法。吼、哦，这暂且来讲吼，这是基本上的较粗浅的。啊，若讲私底下恁想讲要较知影较深的吼，我再甲你解释。吼、哦，基本上这十项，我多等slide过会继续讲啦吼。咱若要去病院，一定是爱排队啊！啊，有爱就是讲你是初诊嘛，啊，就爱有一个病历，啊，甲你登记。到在甲你讲迄阵，医生就开药单，药单就整间直传，电脑直传嘛吼。啊，就走来阮药局啊，拍出来。安尼，你摕到药啊？啊，阮药师甲你调节，调节完甲你药物咨询，啊，你有需要，我来解说啥无？按照这一连串的看病的这流程就是安尼啦吼，啊，但是你对食药这方面，你有这疑问的无？这个药啊呢，啊，身为病人，你摕到药啊，你爱知影啥无？大家有讲，大家会使有人甲我讲未？你摕到药袋啊，你会做啥物代志？有没有对？哎、啊，然后你要知道说这个药哦，它有什么禁忌哦，要去注意的。哎，对对对。安尼哦，大家有基本上的这种概念真好吼。那么，搁一个地图，大家看一下哦。你要摕到药啊，一定要看是不是你的，对不？啊，你过来看讲吼，啊，这个药啊是不是对？这个药啊，要哪看讲？啊，我都唔知阿司匹林是啥呀？啊，我这吼有一个迄、那个。阿司匹林吼，伊做药啊吼，伊到底迄个刻痕是啥？伊外形是啥？白色、红色，还是讲内面够锈哩？哎，你嘛甲对一下，这药底下这拢有写啦。啊，讲啊，这药啊到底伊的作用是啥？嘿，啊有禁忌是啥？啊，就这开车当中，还是讲开刀会使食这个药啊未？啊，拢药底下拢就清楚甲你讲啊好。啊，这要哪保存吼？有当时啊吼，你。爱放啊，迄个避光的嘛吼，啊，你都爱放啊避光，你也袂晓摕出来，互日头晒着。这规项食拢爱放，爱看好清楚，人才来食药啊。啊，坦白讲啦，阮药师，我嘛毋是咧讲我家己迄种的借口啦，因为我毋是神对无，人拢毋是神对无，加减会做毋着代志。啊，我相信我嘛有造成一寡迄个药物方面吼，摕毋着药啊，迄种事情发生啦。啊，这我当然啊，对病人爱负责啦，啊，十二百分的道歉。但是正经，恁摕到药啊，一定要等于看你托人，你嘛是救阮药师一命，嘛是救恁一命。啊，这唔是借口，希望你摕到药袋啊，看到药啊，看落清楚，吼，因为这是基本上你要药物方面的知识，吼，啊，这十来项大家爱看落清楚吼。那阵啊，你有问题，请你来问药师。啊，过来讲，你去外口咧，外口毋是嘛？哎呦，讲你嘛是过会买药啊，对无？啊，买药你是嘛爱看清楚？哎，基本上你要看讲，我要食迄个药啊，用名对无嘛？吼，对无？吼，啊，过来讲，啊，伊有字号无？啊，是一味都生产的，啊，迄个有效时间呢？你是嘛爱阁看一下？
唔是讲我买顿后摕来吃哦，你去外口去洗面也是结毒。买物件你嘛爱看伊制造日期着，有过期无？这嘛拢爱知影着。啊，这药啊需要讲是咪爱放啊冰箱冷藏无？啊，这嘛拢爱知着无？唔是讲我摕顿后就紧塞了嘴个食呢？吼，吼，啊，阮药啊嘛是爱有适应症啊。我讲啦，阮药啊吼，你食落去啦，要吸收嘛，分布代谢啊，甲排泄，吼。啊，这是阮较专业的迄个药物方面的动力学吼。啊，你摕着药啊嘛是爱看你平常时你安尼食的剂量对无？啊，你剂型对无？吼，剂型都让我过来讲啦。啊，你一天食两盖、食三盖，还是食四盖，还是讲啊食一盖都好？哎，这嘛要看清楚哦。啊，个咧，你用药的迄个途径啦，吼，咱讲来讲途径来讲啦。哎，药膏吼，目睭药啊，还是喷鼻的？啊，讲阮食的迄个。口服的药哦，嘿，嘛是有迄种的缓释剂哦，嘛是摩一定哦，嘿，遮侪种的哦，啊，嘛是讲用甘的哦，迄拢遮侪型的哦，啊，你嘛爱清楚哦，啊，即嘛有人讲哦，即、這个外用的药膏啦，甲摕去讲啊，不行，来摕去抹目睭，继续有一个例子啦，吼，啊，迄、那个病人吼，险险就青眉啦，啊，虽然有甲赔偿，但是你知嘛，迄、那个伤害已经造成啊，所以。我嘛甲大家呼吁啦吼，啊，阮药师本来就要有责任甲大家调配也对啦，啊，但是拜托恁回去药底下阁看一下吼，吼，因为吼，啊，搁即个目睭药膏来讲，有一种药啊，主要目睭药膏内面抗生素的、抗生素的，伊吼虽然伊做目睭药膏，但是因为伊有抗生素的迄个内面的成分，哈，所以伊嘛说耳啊，俩阵嘛是细菌感染，伊嘛说。换耳啊，吼啊！若准你外伤有空嘴，因为伊这个眼药膏吼，伊些机制吼较幼，所以伊会使去换耳孔啊，甲换外用。啊，但是你主要就一个用途就好啊。伊若讲开你的状况是目睭有问题，你就去换目睭就好啊。你嘛讲想讲我搁摕来换我这个空嘴，啊换吧，搁来搁去点目睭。啊，变成这个细菌在内，你的目睭药膏内面，啊，这目睭药膏细菌搁在内面，安尼互相污染。啊，所以虽然讲伊有遮侪迄个用途，啊，但是你该使用一个所在，吼。同款啦，这药啊吼，拢分作遮侪型的啦。啊，有人讲迄个阴道塞剂吼，啊，甲塞去迄个空都探唔到啦，你嘛爱注意吼。你有迄个肛门塞剂，啊，无冇迄个阴道塞剂，啊塞就对啦。吼、哦，啊有人讲冇摕去食的啦，啊所以爱注意者，你正经对这药也无清楚吼，啊就拜托你看好清楚，啊无问药师啦吼。这方面先甲大家讲个较清楚。啊，若讲你买药啊，一定爱有效时间之内，啊若无有效时间已经去变色啊，啊昏化啊生菇啊，吼啊变酸啊臭去啊，迄种卖用，因为咱台湾吼湿气较重，药啊较容易变质，啊这方面来注意者吼。啊，过来啊！咱食剩的药啊，食无完呐。咱希望咱开的药啊吼，照医生的疗程，一天、两天、三天，你甲食完。啊，若食无完的吼，我唔知为虾米有当啊台湾人吼，拢无迄个服药的顺从性啦。就是讲叫你安尼食，结果你无安尼食。啊，浪讲啊浪等啊，若佫食无好，过来看病。我感觉迄个逻辑哦，一点仔怪啦。伊叫你安尼食完，你就食完。啊，食无完，啊，但嘛是同款啦，乌白蛋啦，啊，但是阮即嘛有药物迄个废弃物嘛，还是讲针头啦，还是讲你的空管啊是迄、那个，还是你外口吼，只要有写讲，即、這个空管啊是安那整理，啊，即、這个空管啊内面吼有迄液体，啊，要安那分类，啊，即拢阮拢有，即方面个阮，即是后来清洁人员伊会去做一个检收来分类啦，啊，即是讲。在药局啦，还是讲政府有办一挂迄个活动吼，啊，叫大家爱去进行讲教育训练啦，吼，啊，教大家讲，你这药啊吼，爱安那分类，吼，啊嘛有诶毒性诶吼，啊嘛讲迄个糖尿病迄针头哦，迄拢来注意哦，拢爱安那分类啊，啊嘛教大家安那来处理啦，吼，啊，咱为迄个电影过来看即、這个，药命关系，这到底是要讲啥？讲就是讲副作用，某药啊，哪有副作用？安尼讲啊，药师有副作用，我食要安怎？但是我甲大家讲吼，
两害之间啦，就讲甲对你有帮助之间吼，你要处一个讲较轻的啦。你知影无？我搁爱治疗好，啊，搁有副作用，啊，你是咩？寻求讲这两方面当中对我伤害上低，我只好选我来食这个药啊。啊，若对我伤害上悬的，我是卖食这个药啊。看医生搁会使甲调其他药啊来食无？这拢是爱分清楚。然后，这是要讲吼，因这阵人啊嘛，伊就用这个副作用吼，加讲这个副作用啊，去做歹代志去害人。好啊，伊无食哦，啊，加做伊有副这个副作用去害人。这我不是讲这个变成一道德的问题，佮加上这个药啊方面，无讲遐了解，是讲要超过伊要运用这个犯罪啊来用骗骗伊的刑责啦吼。啊，咱咪讲，你伫副作用当中，你嘛知影爱知影讲这药物的禁忌性哦，有疾病来分哦，讲这药啊可能对心脏病、肝脏病还是迄个有机病啥有影响？啊，是毋是这药啊？你啊，甲撇开，还是讲这个剂量啊调整？吼，啊无啊，是讲你看爱改啥物药啊嘛吼？啊，你啊有诶药啊是袂使讲伫迄个有心人伫啉酒啊、开车诶人，啊是部分诶人来啉，这嘛爱注意。啊，过来主要咱来讲这个啦，老人囡仔伊吼，老人吼伊变种伊生活机能变得比较差啦。啊，人囡仔是讲伊生活机能都还袂发育很好啦。啊，过来讲这个妇人人嘛。啊，妇人人大家知影有心嘛，你嘛袂使乌白食药啊嘛。啊，阮这药啊是分 A、B、C、D、X 啦。基本上这 A 甲 B 吼是有迄个证明是讲是安全之类，但是 C 吼是讲吼伫咧动物方面吼有迄个实验吼是安全，但是对人是一个问号，无安全，啊，佫无讲即确定诶。所以这个就是要研判，看你会使袂。我刚才说，伤害当中，对囡仔无伤害迄阵吼，你看会使食这个药啊，就拢要评估啦。啊，第一就是讲吼，这个已经有影响啊，对胎儿有影响。啊，这個、X 级就是讲，譬如讲癌症的药啊，有一寡精神方面的药啊，迄囡仔食落去就变畸胎啦，啊，这拢要注意吼。啊，咪讲啊，我的药物互相食较侪种，啊有副迄、那个交互作用无？哎、欸、哇！我同款这类的 A 啊加 A 是不是变伊的迄个药量高，伊的药效高，啊有影响无？啊，甲伊讲啊，我这 A 药甲 B 药无同款的作用，啊，伊的影响是高啊低？啊，就讲哇，食只百百项咩啊？有人食到十几项、二十几项的呢？有迄老人嘛？啊，结果可能基本上药也无治疗好，啊，嘛是可能治疗好，但是产生的迄个副作用，就是因为因迄多重嘛，交互作用啊引起的。一寡对病啦，这嘛是爱照顾、爱了解。啊，因为药甲药交互作用那种分级吼，咱来看这个图。譬如讲吼，这个药啊，吼叫做 methylcobalamin， 啊，甲食下卡食个药啊，因两个甲做伙会产生啥物变化无？啊，若讲这个药啊，甲这个阿司匹林就是讲止痛药啊，一般是人讲普拿疼。啊，若甲做伙是米吉还好。那讲到孕妇甲这分级是无同款哦，迄是搁两回事吼。因啊，个分讲即个 A、B 吼啊 D、X 的严重度都拢有讲吼，啊，咱即个分类嘛，即个严重度啊，即个禁锢伫倒，伊即个严重度吼，即个分类的严重度吼，即个 A、B、C、D、X 这是严重度。啊，若甲即个精神药啊甲做伙，哇危险啊！啊，那袂使做伙食，啊有毒性安尼啦。啊，你讲我食爸爸种嘛，我有可能记遐侪着。啊，请问你紧请问药师会帮你查？那一般讲。有禁忌的药啊，一定爱食。我爱，我有精神方面呢，啊，我阁需要这个，因为我胃肠无我排，我会吐安怎？啊，咩安怎？你着隔按至少按两小时安尼，一定爱食，连着隔两小时。吼，啊，阁有药啊，阁有迄长效型，啊，阁有啥物摩伊定啊，还啥物较复杂来问药师吼。啊，即马爱讲较紧的吼，咱这个交互作用嘛，迄个中药甲西药甲做伙，啊，嘛有一个查询系统。啊，甲药啊，即个是迄个奥秘当中 ，Micromedis 2.0 是咧查所有药物方面诶迄个交互作用，即、這个有即个系统，即阮药师常常咧用。啊，即是咱台湾，那么某一个迄个药品交互作用诶即个网络吼，会使查询吼。啊，咱上好是药啊吼，甲食品伫食迄阵吼，嘛有副作用哦。你譬如讲你即爿迄个牛奶啊。茶米的茶啊，啊是讲可口可乐，什么什么
葡萄柚这种的酸的物件，上好买个药啊，甲做伙食，从伊个滚水中吼，白开水上好。啊，主要咱即马吼是中秋节要到啊，拢会食葡萄柚对无？葡萄柚对无？葡萄柚绝对袂使甲迄个高血压的物，迄个降血压的药啊做伙食吼，会甲降血压的即个药啊吼，伊的效果变低。啊，变讲你迄个药物的迄个作用都无够力，等到你袂使降落来，足危险的哦。佫穿起来一直穿起来，你着愈食，啊，佫夹迄个抗血压药，哇，愈穿愈穿，愈食愈穿，哇，足危险的哦。啊，佫吼，主要啊，佫阿司匹林莫佮迄个银杏做伙食，因为阿杏即个会佮迄个有出血的状况啦，伊的抗凝血都佮袂坚啦，咱拢会流血对无？啊，无凝血机制，你佮这夹做伙，伊凝血机制就变佮差，拢袂坚咯，一直流血啦，吼。我讲肺啦吼，吼啊，大家注意，上好是甲水吼、开水啊来配来食，啊其他吼、注意一下呢，吼啊，咱有三型药啊过敏吼，啊，即要注意哦、你对虾米药啊过敏，你拢爱甲记起来，吼、因为即过敏吼、有当下危险，我讲会三型对身体诶迄个危险性，啊，咱拢爱注意吼、啊，譬如讲吼、你啊有即种。过敏的状况吼，阮有一个迄个通报系统，药物不良反应通报系统。有人食一个迄个抗癫痫特贵头，啊嘛有食一个即特殊的药啊，啊就全身拢上甲要死哦。斯蒂芬江森心肿，迄就是讲我规身躯拢生泡，就是水泡，啊讲迄个表面的皮肤都坏死，吼、啊这吼你要注意哦，这绝对唔是讲迄个医生的迄个唔对啦，是讲即药啊无适合你，都让你食一个煞变。有这种状况，这拢爱通报，啊，你拢爱个记录起来，你对啥物过敏啊不良的反应，你拢爱个药啊记起来，吼。啊，过来就是讲三星这种状况，咱都要害救济，吼。啊，你若讲这个药啊内面有打这个标志，吼，迄个表示讲你啊发生安尼的状况，吼，你通好补上。啊，若补上嘛是爱判断哦。唔是讲你来甲我讲，你凊彩讲我安怎，我都补偿给你啦。因为这是爱个严格的吼，甲你执行讲你到底是不是因为我食我这药啊，啊造成的伤害会加急的多。是讲啊，变成讲啊，你可能爱截肢啦，啊可能你安怎吼，啊在赔偿吼，照你的状况来赔偿。吼啊，这来讲就是讲吼，啊到底吼，这婆罗帕啊甲这查某囡仔，因的感情，伊主要咧讲因感情。是不是因为伊得了迄帕金森氏症啊？手会拽迄种帕金森氏症嘛？啊，因咧考验因两个人的感情。啊，在当中，这个查甫囡仔吼，伊咧卖药啊，伊是普罗帕，就是药物的销售员。啊，伊要去药局，要去销售这个药啊。啊，因外国人是袂使直接去找医生的。啊，你看咱台湾人，光明正大在诊间给医生拜访。你知影，咱啊。先来讲这個啦，等人家跳过去讲吼，其实袂使去找医生，你家家家去药剂科拜访、材料科拜访，讲我这药啊安尼出品，吼啊了后大家了解来看这个药效是啥，有适合医生来开这个药啊。哦，真袂使讲正经我登堂入室，我本来爱这个药，介绍这个药啊，吼啊，敢若利益输送一种感觉啦，吼，就是讲。你这个有厂有商，啊，甲迄个行销人员、医院有代表有迄、迄个有迄弯巧的代事情在内面无？啊，这吼、产生一种互利的共同体，吼、哦，就这内面啊，要挖出来挖一挂堆啦。药价黑洞，大家拢知影药价到底是啥？吼、哦，咱个健保药价黑洞啦。嘿，可能讲说啊，我有厂有。有胸赚五块，啊，我药差，我甲这个申报，我来差价赚五块，啊，便宜赚到，啊，是讲这個有手胸赚十块，啊，这个便宜无赚到，啊，大家想讲啊，我有这差价赚我一块，这一个哦，安尼赚十块，啊，若讲迄千外万的，哇，这不得了嘞，咱来看，咱伫台湾吼，健保的药差吼，哇，拢超过15%，人日本甲因素哩27-6%。2-6%，伊嘛是爱有手胸赚啦，但是你袂使赚过头嘛，你嘛袂使乌皮赚嘛，你嘛是爱有一个迄、那个回归知识作价，你正经会使即个利润会使让你赚偌济，袂使收过分，你阁要赚到哇，我要
双杯、三杯，哦，几啊杯哦，迄不合理嘞。吼、哦，你想讲，啊，政府感觉讲奇怪，这流氓政府讲安尼落去袂使，健保拢已经了去，伊就是讲啊，无来药价调整啦、啊，药价调整就压迫降低迄种的迄、那个抽象的利润嘛。啊，迄阵就是一大堆迄、那个咱在外国的，在咱台湾外国的迄个抽象，那么退出去咱台湾的市场。啊，变成咱台湾人无药啊通用呢，哦，哇，恐怖呢！后来呢，讲安尼袂当诶，搁实行一个虾米药费支出迄个目标制，超过即个目标制吼，啊，你即个药啊都要停起来袂当用，安尼问题伫倒？我即卖用 A 药用好啊，治疗好好啊，结果吼，你讲我超过迄个药品诶支出迄个目标，你著甲我砍掉。我即卖用 B 药 ，B 药我都袂好啊。啊，袂好，我阁转来看，我阁开迄个健保的钱，阁开即、這个，迄食即个医疗的即个资源，啊，毋是共款。啊，政府讲要补助，啊，请问政府的钱是为倒来？迄嘛是咱纳税钱来啊，啊，就是恶性循环嘛。啊，到底有啥物好的方法？啊，讲安尼，即个 B 案也袂使 ，A 案也袂使，到底要安怎？咱就是要请专家来，啊来讲，咱看是要安怎？啊，那是行为，你心内已经爱袂使心术不正啦，你就爱认真来信这个药啊，到底这个药啊价值偌侪钱？啊，你袂使趁几成，知识作假嘛？正经你会当这个药啊用出来，你的效果啊，甲评估你会当趁偌侪？你会使互你内面吼，袂使讲哦，我阁要趁几啊成几啊倍，啊，你都无迄价值啦，是毋是？普通。啊！你五角，啊！你要甲讲，我要50块，安尼讲合理？无合理啊！吼！我甲拄仔讲嘛，伊审查药物制度遮重要诶，吼啊！爱改革药物流通嘛，啊，袂使我独占嘛，对无？哦，啊，都大家都独占就表示啥？有专利权无毋对，但是释放出来，变成讲啊，敢若讲大家拢用你诶，啊，其他诶迄个厂商都无迄利润，啊，变成讲伊独占啦，即嘛是。也意思是讲，药物爱尽量自由化爱流通，啊，当然这医疗人员迄个薪资爱合理，啊，大家甲袂想讲咩爱 commission 嘛，吼，啊，你报价要合理，啊，当然政治力不能介入啦，啊，佮爱伦理教育，吼，啊，这是讲吼，主要在讲禁药啊啦，这个人哦是这落魄的人，是作家，啊，但是伊吼佮无。就无意当中吼，啊去吃到一个药，哦，白就变金，头脑变记忆较好诶，哇、哦，身体变较旺诶，啊写遮侪文章出来，啊赚遮侪钱诶，吼、哦、啊，即、這个方面我们来讲即个伪药，啊，即、這个以后啊大家拢制作伪药，啊，过来讲啥？咱即马即个威尔刚大家拢知影，下下叫大家拢去哄伊，啊，过来咱即个有即个保酸通啦吼。啊，搁即个 Stinos， 这拢是真有名的药啊，吼啊嘛有善存，啊这吼，啊吼，迄利润一悬的呢，来我来制作这种伪药，啊你食起来毋是搁白心，哦我感觉真效用的啦，咱袂台湾人毋是这种只恶质的人吼，啊就嘛把迄个什么那个马兜铃酸的白心啊，啊伫内面，啊造成咱其他。新方面的，有啥台湾来洗新？啊，都有西药、中药乱掺嘛，吼！啊，这方面是有吼，政府有介入啦，吼！啊，那有，即马有是有咧控制啦，但是大家爱注意这方面的消息啦。啊，过来讲哦，这种的禁药啊，竟然用啊，迄个水产事业啦，吼！啊，造成即马，你这个氯霉素是咧治疗咱。咱细菌感染的嘛，啊，伊甲从啊水产事业，啊，伊食落去，咱搁甲食，啊，造成这种咱骨髓吼，啊，有毒性，啊，再生不良性贫血，啊，这黄安静嘛是咧杀菌的嘛，啊嘛是去饲迄个水产，吼，啊，变成百姓嘛，我感觉这厂商实在真恶行的就是啦，啊，这是讲一个。乖乖的老师为什么要去制毒的故事啦？啊，咱主要伊要制毒的迄个病毒叫做安非他命，咱咧电视拢看这侪安非他命，伊到底是啥？伊有留一个幻觉啦，啊，输起来就是哦，可以解压力啊，很舒服
安尼精神百倍，但是吼，伊若无阁继续落去吼，啊，伊就变成讲人生就变得很沮丧，啊，就变成身体就变遮歹，啊，就一直阁爱这个药啊，啊，就是讲买无药阁要会犯罪，啊，想要爱滴着这个药啊，吼，啊，这就遮侪社会的纷争啦，吼，中枢神经兴奋嘛，吼，这个是毒药啊，啊，是算讲第几种吼？伊是第二级的。一般咱即第一级的海洛因、吗啡、迄个骨科碱，这吼拢是第一级的。啊，你若去制造吼，你就判死刑啦。吼、哦，大家有一个概念吼。吼、哦，啊，这药啊吼，用啊震动的方面，就讲大家真胖嘛。啊，这药啊吼，嘛是一个迄个安眠药，啊，一定有剂量的迄个限制。一般拢种做两米呢，也是五米呢，古人吼。啊，你若讲甲食甲食甲遮侪吼，啊，就变成讲你身体造成伤。伤害嘛，啊！最近大家知影上咧禁大麻无？最近新闻有无？这大新闻对不？吼，是不是迄个成龙的囝对不？啊，搁迄个少年人对不？叫啥名？柯震东吼，哦，伊青春少年，安尼食毒食到家己的前途拢拍歹去对不？大麻吼，伫咧美国也是讲伫咧巴拉圭，敢若有因政府诶禁遣。有一定会迄个讲因呐合法，但是我感觉吼，竟然伊是一个毒品，因政府讲是合法，是要讲娱乐的效果。但是你也知影，人要有一定的迄个水平，当人要有一定的迄个品质，啊，你无人无遐一定的品质，你去开房嘿哦，绝对搁食做社会事，迄个事件吼，啊去犯罪事件会愈来愈多，吼，这毒品。大家看一下，做一下，安尼敢若糖仔才好食安尼啦，吼！我甲讲，你若做第一级就判死刑啦，吼！判死刑，我甲讲第一级嘛，海洛因嘛，吼！啊，乐界，咱若讲个乐界，咱来讲，咱伫迄个伫日本领有台湾迄阵，咱台湾人拢咧吸鸦鸦片，你知无？啊，咱台湾人是安那抵力，咱诶日本人是安那抵力台湾人，互咱台湾人脱离即个鸦片呀。即、这个伤害嘛，啊，因为吼吸鸦片伊吸遮侪年啊，你熊熊甲禁起来，伊会遮痛苦的，变成讲哦，我即马可能食五米尼古浪，啊，过来食慢慢就变讲啊四米尼古浪，啊，慢慢甲你降落来，啊，但是咱第迄阵的绅士名流就讲啊，袂使，吼、哦，你安尼继续卖鸦片，虽然你讲要渐渐降低，但是你嘛是咧卖鸦片啊，你是毋有彻底方法？就是卖食就好啊，啊嘛爱方法，啊就痛苦，我就爱食啊，咩安怎？你有戒断现象，遐无食戒断现象，身体才艰苦的呢。啊，就有一个杜聪明先生嘛，大家较有名的，咱台湾医生，伊个发明一个迄、那个戒断现象引起的痛疼、痛苦的方法，啊渐渐安尼，即、這个卖鸦片即个变无去啊。啊，那后藤新平伊是迄阵的，迄、那个应该是中毒，伊有一定的政策。虽然有一寡政策有受批评，但是毕竟伊对咱台湾这个鸦片迄阵的严重吼，慢慢啊，甲变一个好的制度啊来管理，啊，甲配合咱这个咱台湾的医生，甲将这个鸦片，吼，咱台湾人食鸦片的这个情况来改变，来变无去啊，这是极大的功臣，极大极大的迄个功德，我是感觉是安尼啦。吼、哦，啊！即个，咱也想讲，你也要制毒，你也想效果是啥？莫想讲，我只要趁钱尔，我想要解决无解的痛苦，我来制毒。啊，你也受这种阿拜，爱受听话，家己也想好。吼、哦，啊无，咱即马十小休困五分钟，啊，大概阁继续讲吼，好不好？还是吼、哦？